直接看第二个对话。第二个对话的时候呢，要请你们先一样笔记拿出来。第几个单字了？十哦。好，来 peach 拉长音哦，因为 e n 念的是 e， 可不可数啊？可以哦，对，所以第一个可数的话呢，我们加上的是 es。h 和 b 同念，在这里 e peach 呢要加上的是 es。哎，知道有一个购物台叫 Momo 有没有？Momo 就是日文 ，Peach 的那个日文就是 Momo，Momo 就这样写 ，Momo。哎，没事啊，好了，下一个单字叫做 Bottle。Bottle 这个字，你要看状况哦，因为如果你强调是那种，我想一下什么，你们可以用 Bottle， 像保特瓶，保特瓶的大概就是 Bottle， 而、啊、你的水瓶也可以，也是 Bottle， 可是 Bottle 有没有一定是塑胶？不一定，不一定，对，它可以是玻璃的材质，可以是塑胶的材质，可是要抄的是第一个，你如果一瓶的什么东西，来帮我把这个 bottle of 写上去。那如果好多瓶，那就瓶子加 s， 后面就不要加 s。这是第十一号，这样就好了。第十二，来第十三，叫做 bake， 喜欢吗？这个道理你们现在哦，你们现在念烘焙还是烘焙？你们念焙的，好，那就烘焙。来，焙的这个字就是烘烤，所以像餐饮科的，他们一定都大部分都会去考的，就是烘焙，哎，烘焙。对不起，已经错乱了。好，来，第一个烘焙呢，就是烤东西。那所以你如果未来像吴宝忠这样嘛，他就是一个 baker， 这是一哦，再写个二。所以吴宝忠开的店呢，就叫做 baker， 然后嘞 re， 对，加个 y。这个字就是面包店。你如果喜欢做面包，当然很好了。可是这个有时候会有职业伤害，你知道吗？因为你失败就要自己吃嘛。面包其实还蛮容易发胖的，所以不小心你可能就变成小叮当了。不对，你们要讲哆啦 A 梦，讲小叮当就透露我的年纪，因为我的年纪是讲小叮当，你们的年纪是讲哆啦 A 梦。好啦，那我们就看对话二，一样，对话二看完，希望来得及上完。明天就考对话一就好，那草就再加十个单字。记住买了什么 ？Let's buy some peaches here. How many peaches do we need? Five. How about some orange juice? Dad loves it. Okay. Take three bottles and get some apples. I can bake pies this afternoon. Great. Look, Mom.There are banana cakes. Can I buy some? Okay, but you can't buy any chocolate. Oh, Mom. 对啊，一开始就有讲啊，我回来给你看哦，缩小。一开始他就有说了，第一个先买这个礼拜的食物，他第一个想到就是巧克力，又不是要逃难，对不对？又不是要爬山，爬山就真的他们大部分登山客都会准备巧克力的原因，知道为什么吗？对，热量高。所以呢，平常在家里根本不需要，应该都不会饿死吧？走出去三分钟 ，seven 就到了。所以呢，你不需要买巧克力，那他就是要跟他，讨价还价了。所以他除了买刚刚讲的那些东西之外，来第一个把这个 let's 圈起来，还记得 let's 是什么的缩写 ？letters。对，可是其实啊，你们真的到了那个第五册，我们在上家文学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它真的不一样。可是要知道哈、哦，这个字叫实义动词。所谓的实义动词，就记得 let's go， 有没有？它接原形，记得接原形。那如果让我们不要做什么事，就 not 加原形就好了 ，not 加个 vr， 否定的话，就让我们不要待在这儿，叫 let's not stay here。好，他说让我们呢 buy some peaches here。那第一个呢，要请你把这个 some 往后画，是因为 peach 这个字本来就可以数，因为一颗两颗嘛。我们来买这边的桃子好了。好，那第二个，所以因为它可数，叫 how many peaches do we need？ 那大概要几颗呢 ？Five。你看他们家都是五个为单位，五颗番茄，五颗桃子。再来 how about some orange juice？ 好，把这个 how about 写个等于 and， 写个等于。What about？ 那要不要来买一点柳橙汁啊？所以你看哦，这个儿子不错，为什么？因为妈妈爸爸没有跟出来嘛。可是他讲了一个关键 ，Dad loves it。好，把这个 S 圈起来，写成一个人就好了。然后再六点，我们现在开始都偷懒，一个人，然后嘞，做动作
啊，超人，对，我就六点就好了。所以爸爸很喜欢喝柳橙汁，我们来买一罐回家好了。他说 OK， take three bottles， 好吧，这个 take 写个拿，跟 get 一样。OK 啦，所以这个 bottle 呢后面少了几个字，你帮我加上去。Of orange juice 写上去，那拿个三罐吧。可是外国都不柳橙汁啊，真的都我不知道，我真的觉得比台湾好喝，是因为可能台湾动不动就有塑化剂啦、啊，不然就地沟油，反正就觉得好像真的外国的柳橙汁比较纯。好了，再来往下，那就来拿个三罐吧。And get some apples， 好，那记得也拿几颗苹果。再来 ，I can bake pies this afternoon， 好，记住哦，派平常，因为它既然要烤，一定是烤完整的，所以苹果派呢，它可以数。切开之后才不能数。第二个，把 this afternoon 下面这样子写 ，in the afternoon。有 in 的时候，我们用 the in the afternoon。可是 this 呢，这个字的前面它是不能再有介系词喽。所以平常在下午叫 in the afternoon， 今天下午叫 this afternoon。所以今天下午呢，我来烤个苹果派好了。Great， look mom， there are banana cakes。好，把这个 there 中文什么意思？有，对，不是拿在这里有，就是有。第二个呢，把那个 banana 的 s 写上去。香蕉平常可不可数？可以，可是两个名词放一起的时候的 s 必须加在后面这个字，所以他看到香蕉蛋糕了。Can I buy some？ 好，把这个 some 圈起来。OK 啊，买就是那个 some banana cakes。那第二个的 can I， 这个 can 呢，帮我写个请求，可以是 may I。可是 may I 呢，跟 can I 跟 could I 这里有写到 could 呢，表示的比 can 还要更来的谦虚一点，好吗？那比 may 呢，表达更没有把握对方会答应的语义，所以他这个 can I 其实应该就是预设他妈妈应该不见得会答应，我可以买一点那个香蕉蛋糕，是 OK， but you can't buy any chocolate， 好，把这个 any 往这个字画，因为否定嘛。因为疑问嘛，所以记得我们用的是 Annie， 所以他就开始跟他妈说：“哦，为什么？就刚刚明明讲巧克力都放进去了。”好，来，那三题喽，准备。True or false? One, Peter likes chocolate. Two, the Brown family needs 1 kilogram of pork.3. Mrs. Brown can bake banana cakes this afternoon. Banana cake 哦，好来，三题在这里，自己改诚实。第一题答案是 T， 第二题答案是 F， 知道为什么是 F 吗？两公斤。对，它不是一公斤的猪肉，是两公斤啊。第三题错在哪？是 apple pie。对，是 apple pie， 不是 banana cakes。OK 了，好，等我一下。